比约克的歌曲《Alarm Call》的标题是他1997年发行的专辑《Homogenic》中的《Alarm Call》。这首歌作为专辑中的第四首单曲发行，在英国最高排名第33。1999年的电影《The Mod Squad》中使用了这首歌的加速广播剪辑。歌曲《Alarm Call》是冰岛歌手 Björk 为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《Homogenic》1997录制的。这首歌作为专辑中的第四首单曲发行，并在英国最高排名第33位。1999年的电影《The Mod Squad》中使用了这首歌的加速广播剪辑。该歌曲于1997年录制，单曲于1998年发行。比约克的歌曲《Alarm Call》的风格是另类摇滚。这首歌作为专辑《Homogenic》1997中的第四首单曲发行，并在英国最高排名第33位。1999年的电影《The Mod Squad》中使用了这首歌的加速广播剪辑。比约克的歌曲《Alarm Call》在英国的巅峰位置是1997年的第33位，这是他1997年发行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《Homogenic》中发行的第四首单曲。这首歌也被用于1999年的电影中。《The Mod Squad》是一个加速广播编辑。歌曲《Alarm Call》在1999年电影《The Mod Squad》中的作用是为克莱尔·丹尼斯 Claire Danes、 乔瓦尼·里比西、 Giovanni Ribisi 和奥马尔·埃普斯 Omar Epps 饰演的主要角色驾驶汽车和听收音机里的歌曲，场景设定在洛杉矶。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反映了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活力。